还没结婚前工作还蛮不错的，哎，那时候跟同事就约好，大家不结婚就弄一栋公寓，然后大家住在一起，一直到终老。对，啊，结果是我自己先结婚。哦，这个结婚这两个字，不管说同性或异性，真的要想得很清楚啊。你要有勇气表明自己是同性，要同性结婚，那表示你跟另外那一半也是沟通很久，跟一夫一妻一样，你如果两情相悦的话，大家就那又有什么关系？阿姨，你今天要剪头发，啊，你要修一次，就照平常那样就好了。好好。其实有一些，如果跟我们团里那些婆婆妈有时候在聊天，他们有的不反对，因为他们对自己婚姻有一点看透的话，没有，他们知道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自己快乐，孩子快乐最重要。对呀，啊，如果孩子如果是同性，我不会怎样，我不会觉得很惊讶，不会怎样，没关系，正常，只要他们快乐就好，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对，就好。